我首诗是你 post 的。Sorry 啊。是你 send 俾佢嘅。Sorry。即是你影的啦。Sorry。咁是你。Sorry 啊。你哋全部都是衰人。Chantel， 是你偷我封信。Sorry 啊，不过冇人知道我喺取 Sir 个信箱入边偷噶，所以冇人知道你咩啊取 Sir 噶。咁点解你要偷我封信啊？因为我唔想你试我成功啊嘛。关你咩事啫？因为其实我暗恋咗你好耐噶啦。吓？但系啲人系以为我咁恋你啊！救命啊！你仲叫我唔够烦啊？我求下你唔好暗恋我啦！Chantel 啊 ，Chantel， 平复啲咩啊？嗯，唔该 ，Miss Wang， 系咪好难受啊？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，俾人偷咗我嘅秘密，跟住俾人拒绝。Chantel 啊，你有冇听过咩移情作用啊？移情作用咩嚟噶？即是将你对 A 的感觉投射在 B 的身上。那哪个是 A， 哪个是 B 啊？ A 就是漫画入面的主角， B 就是现实入面的老师。那即是说我不是真的喜欢 B？ 有时候呢，你可能是喜欢暗恋人的感觉，而不是真的喜欢那个人。以我的观察，你好像觉得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面有多些安全感。平时我都见你很少喜欢跟人交往，你一跟人聊天，你的面就会红晒。我有少少担心你在社交上有些焦虑的情绪。我有社交焦虑？你有没有听过人搭小巴落车的时候不敢买油落的？我就是这样。其实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，有少少怕差是正常的，但是如果影响到生活的话，就要留意一下了。其实我今天跟你聊天等于我跟朋友聊半年的偈那么多。那真的很卑鄙，多谢你上头。但是我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一下。Miss Wang，如果下次我想找你聊天的话，可不可以再找你？当然可以啦。Hello YouTube 的观众，记得 subscribe 我们这一条的 channel 啦， like 这条片，按个钟仔，那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条新片了。